网红四件套，你们都认识吗？还是赞一赞吧。来个这个羊肠，来一块，看你。媳妇儿，今天这红烧肉味道怎么样啊？味道超级赞，味道挺好的。哎，这又发愁了，明天吃点什么呢？赌包脑，小妹啊，没事，你没事你喊我干啥呀？没事没事，你拍。哎，老朱，干啥？我那袜子。你有病啊？没看见我在这拍视频呢？一天天净知道捣乱，啥也不是。猪皮卷稍微有点烫，you
就是有点烫。卷凉皮，来，先给你一个。好嘞。哎呀，这个个头真大呀，给你个大的。正合适，对。哎，我也来一个。哇，习惯性的想吹两下子。辣，太香红烧大骨头，真香。我用那红烧是炖的，搁上水，搁上料，哎，骨头好了。太香了，葱花香菜都不用搁，但是搁点也挺好。紫皮包子，好香。这是素馅的，羊脑，
我操！豆瓣脑，土包脑，这个是羊包脑，网红两件套。鳗鱼火鸡面，
火鸡面老好吃了。给我拿个火鸡面。咱家这火鸡面是粗的火鸡面，嗯，入口是甜辣的，但是最后咽的时候，哎呀，老辣了。想吃火鸡面的，下边小红车可以拍。然后你在外边买这么一包火鸡面，应该是6块啊，有的卖5块，有的卖6块，但是在咱家19.9块，我给你发12袋，合1块几啊？1.6块是吧？想吃的下边小红车录它，真的很好吃。血肠，小子，蔬菜肉肠，蔬菜肠，这是要没有肉。
里面的粉条子黏黏的。